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，宇宙护卫队之钢甲霸王龙，科莫多龙和超氧喷雾。听说了吗？最近霸王龙霹雳到处搞破坏。当然听说了。霹雳长着大大的脑袋，长长的尾巴，看起来非常可怕。细细瞧呀，慢慢瞧。你在哪里？我知道，找到了。你好。请问大家为什么都跑了？霸王龙霹雳！不行，这不行！停，就是他，这个样子彩虹一定猜不出来。你最好三秒钟之内把这张照片拍完。猜猜我是谁？彩虹，该你了，这一次可是我出的题。这体型像风暴，不对，头又有点像闪电。不对，白鼠。彩虹，不要被外形影响判断，再猜猜。是火烈鸟先生。霸王龙霹雳出现在海边料理店，把我的食客们都吓跑了。宇宙护卫队，我是科莫多罗阿莫，他们把我当成霹雳了。看来是一场误会。彩虹，你和小雨点去解除误会吧。收到，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海边料理店。宇宙护卫队出发。当当，我最新发明的超氧喷雾，只要轻轻一按，就可以让被喷到的人变得超级氧。我现在就用超氧喷雾去占领料理店，所有的食物都归我了。
怎么回事？站住！又一个霹雳！我这么有名了，我还没用超氧喷雾，他们怎么就跑了？火烈鸟先生，快醒醒！彩虹，霹雳来了！您误会了，那不是霹雳，是长得像恐龙的科莫多龙阿莫。啊？哦，嘿嘿嘿，原来是科莫多龙啊！对，就是我，我是科莫多龙阿莫。是霹雳！阿莫，拜托你帮忙照看一下火烈鸟先生，我出去看一下。好。霹雳在追我，救命！大家不要慌，我是宇宙护卫队的。霹雳明明在追我。等等，火烈鸟先生，我不是霹雳。火烈鸟先生，大家不要慌，我是阿莫。霹雳又来了。都给我站住！你们别跑啊！大家听我说，阿莫外形像霹雳，但并不是真正的霹雳，那个才是霹雳。嗨！你是阿莫？是的。虽然我经常说自己是恐龙的传人，但真正的恐龙不应该是这样搞破坏的。恐龙的传人？没听说过。不管你们是谁，都给我离开料理店，这里所有好吃的都已经属于我了。看我的超氧喷雾。阿莫，你带大家离开，我来对付霹雳。好，大家快跟我来。现在轮到你了，超氧喷雾。风暴，霹雳在海边料理店破坏，请求支援。收到，我们马上就到。站住！往哪儿跑？还跑？这下你没地方躲了吧？朝阳喷雾！你们这群人类！小心！哎呀，霹雳要生气，你们要倒霉了！晴天霹雳，召唤霸王龙号！晴天霹雳，超强超氧喷雾！我来帮你们吧。谢谢你，阿莫。不用谢，阿莫很乐意帮助大家。太好了，是宇宙护卫队！哇！闪电，你去帮助彩虹。流星和我留下帮大家止痒。收到。看我的吧！太好了，有你们帮忙，大家好多了。站住！彩虹能量刚刚罩住了超氧喷雾。有了，我可以想办法让超氧喷雾进入霹雳的机甲内部。我来帮你。好的，闪电，
帮我找找霹雳身上是不是有缝隙。霹雳，恐龙不应该是你这样的。阿莫，霹雳，以前我一直说自己是恐龙的传人，但是看到你以后，我为你这样的恐龙感到耻辱。你也配叫恐龙的传人？连接。阿莫小心，小一点，保护好阿莫。哇，好酷啊！阿莫，帮我找一下霹雳身上哪里有缝隙。找东西我最在行了，我来帮你。细细瞧呀，慢慢找。你在哪里？我知道。找到了，是嘴巴。霸王龙号张嘴的时候会散发霹雳的气味。哇，阿莫，真有你的。阿莫是科莫多龙，舌头可以探测到十公里外的气味，是天生的追踪大师。超强超氧喷雾。彩虹，就是现在！彩虹能量，闪电飞风。你以为推个泡泡就能对付我了吗？太天真了！彩虹能量集合。好痒啊！怎么这么痒啊？不行，该痒了。霹雳，我们走。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。对不起，阿莫，我们都误会你了。没错，我们不能被事物外在形象影响对事物的判断，所以小一点，那道题再给我看一下。这不是风暴，而是穿着候鸟的闪电。这样也能猜中啊。勇敢的护卫队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。闪电风暴彩虹，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危机时刻为你出现。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勇敢出发，全速